越来越痛的黄象了吗？刚刚它飞走了，我抓了好几条。来，这条给你，这条给你，吃得了不嘛？这条给你，那要把你吃撑，给你，太大了，这个吃下去的话，估计一个星期都不用吃东西了。 你看有没有？五八，五八，看到有没有？应该没有了。这条大小合适，要不要？哦，真叼走了，飞走了。